我们期待的来了！我穿的这么笨重，是要练轻功吗？接下来的训练科目是女兵穿着沙袋从男兵搏斗，打赢就算过关。你带着沙袋，没有办法打斗。规则就是规则，在每个人面前都是平等的。规定时间内通不过，你就给我退出蓝电。是。 你有没有觉得杨树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？好像没有以前的霸气了。你就一直盯着前面那十字，就不会晕了。好，大叔，还行不行？我行，还站不站了？继续。 杨叔，杨叔，你没事吧？杨叔。